玲玲、笑笑、月月、哼哼。林可家族守护精灵，好多月亮。中秋节的月亮真是又大又圆，灵，月亮好美呀！月月好喜欢月亮呀。月月你在做什么？月月在对月亮仙子许愿呢，要是有好多漂亮的月亮就好了。我也好希望有好多月亮呀。咦，夏夏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我想和夏夏一起看月亮。灵，月亮，一个新的月亮升起来了。灵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哇，又一个月亮升起来了。牛，月月向月亮仙子许的愿实现了。哇，月月太开心了。三四五六七，哇，那是什么？哇，是夏夏。哇，夏夏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我听到月月许的愿了，所以就想给你们一个惊喜。可惜这些不是真的月亮，只是黄色的气球。但这些气球跟真的月亮一模一样呢。月月玲玲，我给你们开了个玩笑，你们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夏夏，你的点子好棒呀！